锵锵三人行，咱们跟这位大夫一聊起医患冲突，你发现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哎，咱们再跟大家介绍，这是烧伤超人阿宝，哎，微博小红人，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这个医师啊。哎，我先打听一个别的事儿啊。你整天呢，我看你这个写很多多次跟这个病人呢、啊，你那天问他一个问题，你说。患者到了医院，那么我们总是弱者，医生总是强者。我了解他的一些言论呢、啊，他不这么看，他觉得他作为医生啊，他觉着他跟这个患者是战友，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那种情况，他想救这个患者的命啊，这个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的老板都不太愿意让他继续救这个命，这倒是这种事儿他都。碰见过，所以我说你多次，哎，有时候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有时候你也就没救回来。那么你见得多了，哎，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生死有命？我不太相信，作为医生说句实在话，很难相信这个东西，因为有好多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一些危重患者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你的事在人为，就取决于你的救治水平。有些事情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有很多危重的病人，他能不能救过来，很大时候就取决于你的抢救水平。那万一在这个中间，比方说病人并不知道，别人并不知道，但是医生自己心里知道这件事情，我要是那样那样的话，这个事情是可以救回来的，而没有人知道，那个这个时候医生会不会对自己背负一个内疚呢？还是说从科学上讲，我已经做了最佳的判断，这个事情谁也没法预料的。他是这样子，就任何事情吧，就是说你很难做一些，你很难结果来反对过程，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事情，我现在碰到了这个病情，碰到这个情况，我必须根据现有的资料，在第一时间做出我的判断和处置，是吧？那么你处置完了，病人的对治疗有了反应了，你再根据结果再回过头来反推我当时的判断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医生不公平？对对，这个东西有可能你会发现啊，我当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但是你这是你在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做的。所以你让我为什么觉得哎，我想问问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像咱们不懂科学的人，很容易相信命，觉得哎死了就是人就是阳寿就是这么多，是没气数已尽等等啊。但是你看啊，这个科学啊，他不承认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哎，一个医生他最知道他再怎么救救就活了。对。这个人本来要死了，对不对？你要不管他他命。或者尤其是别的医生事后来看、哎、就会说哎，你在这里你不用六你用四可能就情况不一样了。甚至你就看这个人类的医学史，你比如说这个屠呦呦啊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我就想那过去很多年的历史疟疾包括什么黑死病大片大片的死，我们觉得那就是人的命。对吧？这那就是命运。但是呢，他最后出来了一个什么奎宁啊，就是青蒿素啊，对，他挽救几百万人的命。这个阿宝最近出本书啊，叫这个八卦医学史，里边还讲说这个疟疾曾经怎么样过啊？疟疾，他说疟疾导致了苏格兰怎么着？失去独立，失去了独立。苏格兰呢，就说和英格兰啊，他们两个在一个岛上。几千百年来呢，苏格兰一直想统一那个英格兰，一直想统一苏格兰，一直统一不了。但最后苏格兰为什么就被英格兰给统一了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抗疟疾的药物。就是当年呢，就是苏格兰闹了一场大饥荒，搞得国家特别穷，特别穷吧，他们穷则思变，就筹集了一大笔钱，想学那个西班牙什么去开发美洲啊，去开发美洲，因为西班牙当时开发美洲挣了一大笔钱嘛。他们呢就组织了一大批人，然后就出发，结果呢就刚到美洲就被疟疾给撂倒了，就被疟疾给撂倒了。而当时然后呢就西班牙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要去抢，西班牙人觉得他们要来抢地盘嘛，先去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苏格兰已经连站起来投降的力气都没有了。为什么就他们会弄成这个样子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抗疟疾的药物，而当时抗疟疾的药物呢就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当时那个金吉纳霜的那个产地在那个美洲的秘鲁，当时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呢他在那个丛林里头他有抗疟疾的药物可以吃，苏格兰人没有。然后呢就整个这次计划失败了之后呢，苏格兰赔了一大笔钱。赔了钱之后呢，这时候英格兰过来说我可以替你把这笔钱还了，但是呢咱们得
得合并，然后就苏格兰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和英格兰合并了，就因为没药吃，被人家给吞并了。他这个还讲的是正面的历史，嗯、是因为我有好的药啊、嗯，所以我战胜了你这个生病的这个国家跟军队。嗯，嗯那个最早这个欧洲人去美洲的时候，嗯，那更冤枉了，他大量的印第安人被他们打败，不是那些白人怎么神勇，对，是他们带去了我们的病菌。哦，带去了我们人类，我这个亚洲、欧亚大陆已经流传很久，大家有抗御能力的，对对，带到那边那个印第安王国很强，对对对，碰到他们就完蛋。但是我听说人家这个在临死前也环抱了这个欧洲人，把这个梅毒传你身上，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几个故事，我那本书里都有很详细的介绍。而且他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里边还说到这个减肥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哎，太讨厌了！就是说，这个乳房，乳房，阿宝医生，乳房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乳房那个它那个主要的脂肪的含量很高，所以你那个增肥的时候吧，往往是那个乳房最后才瘦，最后才肥。而你减肥的时候呢，往往乳房是先减下去，你知道吗？你要减肥啊，先瘦胸啊，你要增肥呢，最后胸才大，这叫倒霉的。所以这人呢，真是扛不过基因。对对对。但是你看，我刚才觉得咱们这么聊，子东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都忘了他是个医生，是吧？就跟。跟医生能这么谈话，我相信这个患者心情就好很多。对，我最近看到一个人呢、这个讲演，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医生他是认为啊，就现在昨天咱们也谈到医患冲突，他是认为呢，就是说在很多国家，在西方国家，在日本或者在哪，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当然就是道德上比一般人更高。当然收入上也比一般人更高，对对对，对吧？然后他当然也说了，他说中国不能搞这个，就是说如果一个医生他能挣10000块钱，你不能只给他2000块钱，跟他说那8000让他自个儿去挣。他讲了这个，但是他也跟这个学医的人呢就讲一个，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他说什么是医生，就是他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是抚慰。哎，你听过这个话吗？对对对，都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他有时能治好你的病，但他经常是要给你提供帮助，但是他总是在抚慰你。我觉得林林总总的这个医患冲突，昨天咱们谈了很多啊，有没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陆医疗体制造成的呀，使得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抚慰的这个环节太缺失了。对，这个话吧，就是分成两半来说。首先来说呢，抚慰患者啊，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但是的话呢，这还要看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卫生发展的一个水平。有些东西的话呢，它属于是奢侈品；有些东西的话呢，抚慰是奢侈品。对，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抚慰确实是奢侈品。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像我的话，出个门诊的话，我要看80-90个病人，一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就几分钟的时间。那我确实我实在没有办法去抚慰你，我只能是给你提供的什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服务，我诊断清楚你的疾病，我给你妥善的治疗。在我看来、医患冲突理解成医生跟患者的冲突就错了。对，这话医生跟患者不是根本性的冲突。对，医生跟患者。都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医生是非常紧张的，我父亲就是医生。他后来一直跟我说，他说他主要的精力在什么？对付工人要请病假。他说那个时候啊，药还不重要，钱不重要，但是很多病人，我也做过工人嘛，我们要病假，对不对？我们这个我们要休息，对，那就要装各种各样的病。就是其实是没有病的。对。那这个时候医生最大的做的事情是心理学的事情。你不能给所有的病人你想要病假就病假，那上面这个主任的医院要来怪下你。对对。但是呢你知道他在药片。对。但是你要想又不能拆穿他，拆穿他大家不开心。对。就变成这么一个，其实都是一个社会，今天也是。现在也是。现在的医生跟病人之间其实要把这个道理讲透，因为医院现在你看医生要靠红包才能维持一个合理的收入，这个本身就决定了就是很大的错，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就已经使得
医生跟患者，医生天然处在一个道德的劣势上，因为你靠你多卖药才来赚我的钱、啊。但这个事情吧，我们也还是分成两半说哈、嗯。咱们中国有句话说，中国是那个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嗯、中国这个体制，你可以说它确实是有时候对患者的抚慰太少，给患者留的时间太少。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体制它自然有它的优势。嗯，我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医生聊天哈，加拿大的它的急诊平均等候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为啥你知道吗？你猜一猜。急诊平均等候时间，我觉得人加拿大就是零秒吧，六个小时，哦，六小时。就加拿大的急诊平均等候时间是六个小时，啊，那么我医生可以慢慢的给你抚慰，是吧？我医生可以耐心的给你治疗，然后门口呢就是排了一个漫长的一个队伍，嗯，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医疗的话呢，其实我在抚慰方面我们确实做的不够，但是说我至少我把医疗最本质的、最核心的东西诊断清楚。妥善治疗这两条我给您做到了，然后中国医生呢，通过一个高强度的高效率的一个劳动，我们让更多的患者他得到了一个服务。如果我们给每个患者服务30分钟，那我们可能被服务的这个患者很满意，但是你在背后排队的那部分患者怎么办？我那个有一个作家叫六六，他讲过一个真事，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发现乳腺转移肿块，怀疑乳腺癌，要做个检查，然后一去约到3个月以后，嗯，约了3个月以后，这3个月癌症能等3个月吗？最后都回国内来处理。你像中国现在国内的三甲医院，绝大部分都能够做到当天来看病，当天见到大夫，当天做完检查，1到2天出结果，然后需要住院的话，3、4天住院，10来天出院，结束。其实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效率就跟红包制度分不开。跟红包没有关系，实话说没有关系，没你想那么夸张。你经常碰见人给你送红包吧？我从来没收过，经常有人送，但我从来没收过。但是，哎，我但是你得承认，红包是现在中国医疗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不是，徐老师，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然后专门跟他谈谈红包这个问题。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的路子不是阿宝，就是说医生收不收红包，我不关心啊。我就说，你看，假如咱们是亲戚，我们很多时候患者家属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该不该送，因为的确很多医生他不要，但是他不要，你又怕他是不是会对你们家患者不好，还是你说这个该不该送，每次是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前段时间我曾经发过一个微博，流传很广的微博，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哈，当你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时候啊，你的爱人未必想让你活下去，你的孩子未必想让你活下去，你的父母你的朋友都未必想让你活下去，但是给你主刀的那个医生他100%的希望你活下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的活下去就是他的成功。但是他没有人愿失败。对。他100%的希望你活下去，不代表他最有可能让你活下去。他有完全可能犯错误啊。不，错误和红包也没有关系的。我知道不一定跟红包有关。我最近才发现这个鲁迅啊。他最后帮他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徐恒，从1933年就开始看，1936年后来事后，你看徐广平，周建人，他们都写文章找出很多证据，说是被误诊的，鲁迅当时的病是不必要死的，后来上海的鲁迅博物馆，80几年还专门开了个会，找出当初的片子，找了一大堆的事后诸葛亮的医生，说鲁迅完全是可以救回来的，对，但是鲁迅为什么坚持这个医生呢？鲁迅就说我已经跟他熟了，我不能再找别的医生，否则就是不信任他。你看，就是医生100%的对你好，我相信那个日本医生，他后来写了本书，详细的讲他跟鲁迅的看病的他的经过，可徐广明就说他书里边有很多篡改，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
鲁迅当年在日本弃医从文呐、啊，最后死在日本医生的手里、啊。这像个轮回啊！但是就是说，当然他不希望病人死掉，但是医生也有误诊的可能。对对对对，对吧？也有学学艺不精的可能。对对对对。再有就是刚才你说的，就说中国模式也有它的优点，对对，能够在短时间内服务尽量多的病人。对。但是你三分钟看一个病人，对，你这个误诊率是不是也会高？我医生会调整的。其实有好多病人都不用三分钟的，好多病人我一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啊。但是如果你碰到复杂的病人，医生肯定会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如果说我门诊解决不了，会收住院，我慢慢的研究。啊，有很多的病人，比如说就你烫个小水泡过来，我看一眼，一分钟足够了，对吧？我都用不了两分钟的时间。再有一个，就比如说医院创收的这个压力，会不会导致这个医生就是哎，什么检查最贵的检查都去做一遍？那这个不是也是医患冲突的一个原因吗？要不要用进口药？对，这个东西就咱就这么说，无论哪种体制下，私立也好，民营也好，商场也好，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要逐利的冲动。这行这个逐利的冲动，它并不仅仅存在于但是医疗逐利可太吓人了啊！医疗你不觉得吗？没觉得呀，中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呀。啊是吗？区别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绝对不能这样说。现在随便看点病很贵很贵。对，你听我讲啊，就我现在就咱刚才咱说了看病难啊，我现在说中国流传已久另一个谣言，就看病贵，嗯，是吧？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哈，他是在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的那个做了剖腹产手术，你猜他花了多少钱？嗯，几千块钱，就是那个，我就跟您说一个数据吧，2010年的时候，美国人均的医疗支出，几亿人人均的医疗支出，您猜是多少钱？是8400美金，8400美金，这还是2010年的，说现在肯定更高了。在美国的话，你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是3万多美金，一个生一个孩子从那个包括产检什么在内的有5万多美金。他是完全两个系统的啊，两个制度是这样的，啊、香港、美国、啊、加拿大。对他们是先小人后君子的，就是说你讲的等很多时间的，那是公费医疗，那是不很少钱，不基本上不要。他不是不要钱，但是你要政府只说政府替你支付了，但是那个就很便宜，他也不便宜，只说那部分费用是政府来支付，可政府的钱哪来？他羊毛他不会出在猪身上去，对吧？他不是说把你身上。先把钱收上来，政府手里掏一圈，我再交给你。对对对，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拿纳税人的钱，那是个大国。一样啊，对，什么叫一样呢？这不是我的钱冒出来呀、啊？对于一个开玩笑，这怎么叫一样啊？你这个钱也可以造军火啊！中国现在全都有医保啊，中国现在全民医保啊，城市人口都有医保，农村都有新农合，也都是大部分都可以报销的、啊。对呀、啊，但是中国就是先君子后小人呢、啊啊，人家是追逐利益，私家医院很贵，但是他有个底线保障，让你可以排很长的时间，你再穷的人，你分钱都没有，你也可以救病。中国是你听过多少的意思呢？你出了事情进去没交多少钱，理都不理你。而且，但是在我的从业生涯里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说哪个病人没钱到医院被医院扔出去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很多吗？看见很多吗？对，新闻里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所有实际上在北京的所有的那个公立医院里头，如果一个人没钱来了这个医院，这个人医院不会把他扔出去的。嗯，啊，这个是在中国的公立他都不会去宣传，中国医院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而是说我做了君子的事情我不能说。因为什么呢？我如果说我一旦形成了一个，就说你没钱可以到医院来的这么一个效应的话，医院他承担不了。所以每个医生他都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都胡起脸来说，赶紧交钱啊！不交钱的话要给你停药了，我要给你停止治疗了。我刚才说哪个医生我？我刚才说中国的医生跟患者都是受害者。只要他能回答两个问题就好。第一，红包制度怎么样禁止不了？第二，有多少比例的全中国的医疗费用在老干部身上？你觉得香港的红包制度费得了吗？香港的病人不给医生送红包是吗？当然，没有啊，没有啊，我绝对没听过。而且如果医生收了 ICAC 就会查啊，是对我中国也会查呀。对呀、啊，问题是也会查呀。问题是、我们希望，我们希望阿宝没收，阿宝没收。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这一患者医生，你看看，我刚才就看到医患冲突怎么来了，说急了啊！没有。哎，但是阿宝，你的观点我都很难接受，你竟然认为中国的这个医疗是最好的？不，最好不敢说，它肯定是最廉价也最便利的。最便利吗？最当然最便利啊！你需要在吉林等6个小时吗？你见哪个病到吉林，我要等6个小时才能见到大夫？
没有吧？你需要做个检查排三四个月的队吗？没有吧？不是，他说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哎。你看啊，哎，我最近刚在香港看一个病，我就有一个体会，我就老心律不齐嘛。然后你看，我们公司有医疗保险，对吧？然后他就约，先是一个私人医生，对啊，我就跟这个私人医生去看，哎，我就发现什么叫，我发现香港这个私人医生主要工作是聊天，但这聊天啊，对心律不齐很重要，对，他。你比如说按说啊，他就说你去做 CT、对，你去做什么，按说呢做完这些检查，他跟我讲的话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废话，对，因为但是呢他会跟我这么聊，对，他说我跟你说啊，我们先要排除，做了这些东西之后看看你血管有没有堵啊，是不是冠心病啊，他如果是也不怕，因为现在可以有支架有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不是呢，也其实检查还没做，但如果不是呢，那么我怀疑这个心律不齐有多种原因，有的时候因为饮酒有关系，有的时候也确实有一种是心跳的病，他说如果排除了这个呢，哎，我也可以给你开一些药消除这个心跳，但是呢这个不会致命，哎，总之啊我跟他聊完了，我心律不齐好了，对吧？好了，但是当然你一买单，他可能陪你聊了20分钟，就1300，对，那么哎，我觉得这样挺好，比反正比我在北京医院挂号那么看病的程序好。这就是不同消费水平所决定的了。你看，我们谈中国医疗制度的时候啊，不要老拿香港了，老拿美国比，因为双方的经济水平差距在那摆着。中国的人均收入，索马里比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2分之1啊，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8分之1。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前两天一段新闻啊，就是正大一附院，正大西附院那个晚上的它有一个停车场。好多去那个正大一附院看病的那个病人和家属啊，他们为了省钱不住旅馆，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停车场里打地铺啊，过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去看大夫。我们可以想象，就一个家庭，他们连住最便宜的旅馆的钱都掏不起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怎么样？你能想象吗，文涛？对，但是他们这部分人，他们就能够到正大一附院去看病。正大医院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他们就能到正大一附院去看病，他们能负担得起河南最好的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费用。哎，中国这是中国最穷的一部分人，但中国医疗保障了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一种治疗。他们讲啊，这正是中国现在的医疗体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太多的医疗资源呢、集中在一些中心大医院，导致全国的病人拥到北京，拥到省会，拥到这一两个大医院。一方面呢，它压力极其之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中国医疗太廉价太便利啊，这不正说明了为什么所有的人，哪怕就是连睡觉都要睡停车场的人，他都要去正大一附院看病呢？就因为这个地方他廉价他又便利啊，这不正说明了这我们的医疗体制是很廉价很便利的吗？都到大医院打地铺排队啊？你觉得我跟你讲，他什么情况他不会去正大一附院打地铺排队啊？当正大一附院的价格他支付不起的时候，他就会去下级的医院，市级的医院。当市级的医院价格他支付不起的时候，他就会去县级的医院。县级医院价格支付不起的时候，他就会去乡镇级的医院。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看病难看病贵，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看病太便利太便宜，它才造成了这种大医院的这种极度的拥挤。而中国维持这种情况下维持这种体制呢，就靠这个大医院的医生们每天都是疯狂的一种高强度的超时间的一种工作来维持。 那你的意思还应该加价？我觉得两说吧，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各个级别的医院啊，最后还是把这个价格适度的拉开。你看现在北京是个什么状况呢？我得个感冒，我去门口的诊所看一看，挂号费是几块钱。我到北大协和看，挂号费也是几块钱。是，那既然差不多，我干嘛不去北大协和呢？对吧？所以北大协和挂号就挂不上了。对啊，所以中国黑四号就很贵了。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看病，中国的医疗的问题不是看病难、看病贵引起来的，中国的医疗问题是看病太便宜、太便利引起来的。嘿，阿宝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不，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一个稍难看的病啊。到比如说一个乡县到县的医院，对，和到北京的医院，这同样一种病的结果有没有生和死的区别？会有，这不同级别医院水平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我天哪，那咱还是得到大医院去。你说这个医疗水平怎么样能够平均一些呢？这不可能的，医疗水平不可能的。即使你在美国、欧洲也好，他以每个行业里头，我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医疗水平的不平等，全世界都一样，都一样。但是问题是，其他国家呢，
它的价格也随着医疗水平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对对对。而中国呢，价格并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所以呢，使得所有地方的农民呢，都集中在大城市的核心医院里边。嗯，你去了以后就非常拥挤，使得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技术得不到最好的医疗跟最好的环境。对，没错。包括最好的气氛，各种各样的做不到，没错，因为他人太多，那你又不能拒绝人家。没错。在某种程度上，他讲的也对。比方说，你做什么，那么核磁共振啊，做什么这种造那些检查啊，在国内都是几百块，在香港都是几千块，那这个是没。明码实价，对对对，这是第二个，我也同意。中国现在最好的一批医生专家水平绝对不比国外的最好的这批医生差，而他们相对来说收入没有国外的那些医生的那么高，那这我也同意。但是总体上，我怎么觉得我的很多经验都不像你说的这样的？我觉得内地，我现在实际的经验是，你同样做一个手术，同样做这些事情，在上海做的价钱比香港一点都不便宜，但是的服务是差到了极点，就是你简直不能想象的差。就是说，如果以国外的为标准来看的话，他为什么？虽然这个差是有道理，但是是差。对，他是这样一个问题。就中国现在对医疗体的最不满的群体是什么呢？恰恰是中国的就是高收入群体。为什么呢？高收入群体他需要一个，我宁愿多支付一部分费用，我要一个好的环境，我要一个好的服务。哎，我需要你把那20个病人踢走，你过来给我一个人服务。但是就你们这些人又有钱又骂娘。